音乐的哆啦 Andy 物，那今天十分钟电影它小教室呢，要跟大家聊聊的是我童年的回忆，小叮当，也就是所谓的哆啦 A 梦。那这首歌在节奏上非常的有趣，它是使用了所谓的 shuffle rhythm。本曲的主歌就是 A 段，使用的是所谓的 shuffle rhythm。shuffle 指的是三连音拿到中间那个点，所以我们一般三连音听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。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一二三二二三三二三四二三。那接下来我练习把每一个三连音的中间，也就是二拿掉，听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：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。这也是我觉得这首歌非常有趣的地方。那除了 shuffle rhythm 外呢，它还使用了三度的魔镜，前奏第五小节出现的三度魔镜。如果你不看它每一个拍子中间的经过音，只看它的第一个音，听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 ：A 在第三弦的第十四格，往下三度到 F 在第三条弦的第十格，回来一个音到 G 在第三条弦的十二格。往下三度到E在第三条弦的第九格，回来到 F 在第三条弦的第十格， F 往下三度到 D 在第三条弦的第七格，回来到E在第三条弦的第九，再往下三度到 C 在第三条弦的第五。所以你不难看出它是一个三度下行， A 到 FG 到 E，F 到 D，E 到 C。接下来我再把所有的经过音加上去，听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。本曲中还有一些半音阶比较紧凑的地方。前奏的第七小节中出现了半音阶，半音阶指的就是从起始音开始之后完全都是半音的行进，所以我们会从D开始，在第一条弦的第十格，然后逐次的半音往下，做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。你可以把半音阶用在你任何的即兴中，会让你的乐曲听起来很紧张，然后有一个很紧凑的感觉。
最后这首歌在乐理上呢，使用了所谓的次数和弦来增添它的变化。在 B 段的第二小节中，它使用了一个次数和弦的乐理。次数和弦指的是原本不在这个调性内的和弦。以 B 段的第二小节为例，它出现的是 D7 这个和弦。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和弦呢？因为它原本第二小节是一个 G7， 那我只要利用 G7 往上推五度，也就是 D， 那我再加上这个音的属七和弦，那次数和弦会让这个调性内听起来有更多的变化，而不是只有在调性音阶中。所以 B 段的前两小节听起来会是像这个样子。会让声音听起来更俏皮，更像童年充满回忆的那种感觉。觉得我们今天课程有帮助到你，欢迎订阅二管音乐的粉丝专页以及 YouTube 频道。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喽，拜拜。Room to Music。